新竹有间怪怪屋，老板说这是巫婆的家。艾婉姐，我循着地图来到这间网络上评价很不错的店。噔噔噔，这个屋子造型也太抢眼了吧！老板说构想源自童话故事里巫婆的家，底下则是特制的砖窑，用来烧烤薄皮披萨。披萨的口味及名字也都很特别，使用新竹在地季节限定的双虾鹿披萨，还有其他特色料理，值得一尝。店内装潢则大量使用各国来的老物件，欧洲老木门、木窗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答案是印度来的牛铃。这里营造出的用餐环境令人印象很深刻。喜欢更贴近户外的，也可以选择这样的雅座。店家友善土地，后方坡地不喷农药，不赶走小生物，开放客人散步。动新闻，这里是真的有住鸟哦，报道。